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的观光局邀集到李氏的业者，提供一百间房间的犹太的名额。只要咱的姓名当中，当时有高甲雄这两字，安尼六月底之前，就会当免费到高雄指定的饭店来住一暝。但是无要接受，即卖去改名哦。这个活动一个推出，无到二十四小时就完结了。怕小贼一定会问对方的名甲姓。高雄蕴藏着各种无限可能。你的名甲姓，那是有这两字，就会当来港都住一暗免钱的饭店。这个话题，嘛有真侪网友拢伫咧讨论。在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呢，不管是三个字或几个字，只要同时有高跟雄的民众呢，就符合我们今天提供免费住一晚的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。台铁总红数十个堂工，港交台名甲姓有高含雄这两字的人，观光局含业者为了拼观光，做伙来设好康的。高跟雄两个都有啊、哦？对对，你觉得难不难？那这样有点难呢。这个活动这样子比较跟别人不一样。名甲姓有高含雄的人，会当招朋友来住一暝免钱的饭店。即摆要重新改名是袂使哦。啊，这个好康的活动，明夜嘛伫咧二十四点钟内，予民众抢完了。